我在三创这边买电脑呢。假的啦，你们真的不要被骗，这是玩具电脑。手借给我一下。这怎么了？不是不是，你放到那个电脑下面，让你体验一下。放到电脑上，对对对，来接住它，接住它。怎么可能呢？这一定很轻，我跟你讲。真的电脑。对不对？你按按看，是真的。真的。这么电脑哎，这么漂亮，这么轻，不可能。来仔细看哦，怎么可能？一二三。那送我的了，这不是送你的，这个是要卖的，要卖的。可是你们的那个魔术师不是都会送礼物吗？会，可以，那个。我们送你一颗气球。气球，对，气球。我们谢谢，我们谢谢，从这边走，气球，对，谢谢。